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自用的哑铃啊，我觉得它最优秀的点就是能自行的调节重量。你看它拆开了之后，两边各带两个这个铁块，它能组合成三个重量。第一种就是你这个铁块什么都不放，然后就直接盖，就变成这种哑铃，它就是一个1公斤重的，就是单只1公斤重的一个小哑铃，就非常适合新手用来练胳膊什么的。如果要是你一边只放一块，放一块，它就变成了单只1.5公斤重的哑铃，就比较适合练背或者有氧。啊，如果要是你两边都放的话，哎，就这样子的盖好了啊，就变成了一个单只2公斤重的哑铃，就比较适合老手或者用来练臀腿这种大肌群。所以它的最优秀的点就是啥呢？性价比高，不需要从新手到老手的过程中买那么多副哑铃了，知道吧？一副就够了。而且吧，你不管是放一个，它有这个扣啊，把它给卡上，还是放两块铁。它都是非常严丝合缝的，就是你不要担心它举起来会有那个铁碰撞的声音，听听，一点声音是不会有的。